女皇陛下，已经很晚了。我没事，你看上去好像很苦恼。敌人越来越强大，而我们的战斗力处于劣势。我制定了战略，但是不确定能够取得胜利，只知道我方必然要付出牺牲，仅此而已。我也跟你一样担忧，但正因此大家才更需要彼此，不是吗？没事吧？我来晚了一点。全员准备战斗！当初是各位将不懂事的我推上了女皇的位置，我也一直很依赖各位。我们互相弥补各自的不足，共同一路走来。加把劲儿，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。仅凭一道烛光无法照亮所有的黑暗，但可以点亮其他蜡烛。微弱的烛光接二连三地汇聚起来，黑暗不知不觉就消失不要全都独自承受，就像我依赖你们，你也可以依赖我。凝聚成一个骑士团的我们，办成了仅靠你我个人绝对无法完成的事情。直到你我都灰飞烟灭，只剩下最后一个骑士的那天为止，我们冒险骑士团将团结一致地向前迈进，并且以骑士团的名义共同取得胜利。冒险骑士团，出战！